你挡在我面前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挡在我面前干什么？没关系，他仇恨在我身。你快走，你要倒下了！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木桃子的鱼，木鱼啊，小铃铛。嘿，小伙伴你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嘿，欢迎收看我们最新期的《魔法金属生存记》。感谢小伙伴的收看，小伙伴观看我们的视频要记得点赞、评论、和推荐哦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来吧，咱们去回顾一下上期视频的剧情啊。上期视频，咱们是降临到了这个魔法金属的世界，分别直接选择了那个剑士与暗骑士。我是剑士，果当是那个暗骑士。暗骑士的话，相当于一个肉盾吧，我就充当输出。可以的，没错。那么咱们这期的话，那个上期咱们已经是有基础的防御了，一套铁套。这期的话，咱们可以升级一下自己的职业的那个技能。这里有个小白，剑气。也没打着，开两，哇！我升级了，几级了，哥哥？二级，升级了。我这边选择一下技能，职业界面，我肯定是要加力量的，血量加上个两点吧。OK， 然后职业技能看一下，点数只有一点，一点的话我什么都学不了。现在都还学不了，剑气波，造成150的近战暴风属性的劈砍，我这个可以啊，我升这个吧。这个技能哦，按 V 键就是我刚刚用的那个技能。好吧，这房子太小了，咱们看一下附近有没有那个适合咱们住的地方。就这边，哥哥，这个村庄。这个好大一个村庄，你看到没有？哇，这个村子好大，适合咱们那个。对呀、啊，这里咱们住。适合咱们住哎。对呀、啊。刚有个什么东西跑过去了。但是我们得把这里弄上门。这边还有厨箱。这个箱子是切掉，然后。哦，哥，快点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个箱子切掉，你看。哇，这么多东西，捡了。对。这个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靶金。我不是靶金，是个铜锭。那你先整理这里啊，我去周围看看。嗯，我去做点箱子，先把东西放起来。看一下附近，这是个什么地方？过来看一下。哦，这里我知道，类似于一个那个祭坛什么的，地牢什么的。嗯，这附近吃的东西我看一下，喝的水的话咱们暂时用这个水瓶来打水吧。吃的东西的话，那个遍地都是，小心食物变质啊。食物变质已经坏了好多了。在野外有很多箱子啊，箱子里面会有一些那个物资什么的。嗯，这个银币的话咱们拿在背包里面，再丢出去之后它就会那个自己吃掉。哇，掏出剑的时候有那个声音，有那个声音。嗯，这上面还有个箱子。嗯，我还再做一点一袋红石。哎，有红药，在你倒下的时候我可以扶你了。你没有红药吗？我刚捡到红药了呀。我有20瓶红药，我给你一点了。咱们还是得去多挖一些矿。嗯，是的。哇，那里有头小鹿，这个黑色的褐煤矿，这个应该是跟煤一样吧，铜矿。先把背包里面不用的东西放在这。哎呦，腐烂了，食物。平铁矿我都不想挖了。好了，吃点东西。哎，密集魔法矿。这个魔法粉尘咱们特别需要的。嗯，需要好多。哎，我这个 TP 搞笑的吧。看一下现在任务基础工艺，
工作台有完成，我先把这些任务给他完成一下。采集工具需要做一个木镐，职业选择我已经选择了。我现在水瓶玻璃瓶不是有了吗？火坑筛网，一个温暖的家。我们现在是需要一个温暖的家。首先咱们得那个要做魔法金属里面的这些东西，需要看这本书《魔法金属词典》，这边有很多，包括一些什么故事啊，它的一些那个历史啊，这里都能看到。那就方便很多了。矿物资源的话，这里有各种各样的矿。然后咱们得做那个，首先得做一个魔法合成台。我的天，需要一颗钻石啊！钻石好难弄哦。钻石很难弄哎。咱们还是得去找个矿坑。是呀。来吧，咱们暂停一下吧。好的。好了，我这边看到钻石了。嗯，好的。看一下有几颗。哎，八颗！我的天，八颗！八颗这么多？对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这个白金给它吃掉。走吧，回家吧。好的。哎，我被打了。你那边弄好了吗？啊，死了，我要死了。我扶不了你啊，现在。嗯，我知道。你重新回去吧。呵呵。家。好，我来了。OK， 八颗钻石，看一下，咱们先做一个魔法合成台，魔法工作台。粉尘，哦，魔法层还不够哎。魔法层我这边够啊。蹲下用剑取出。魔法粉尘锭我这里弄到了。我这边有魔法粉尘啊。有了有了有了。这边这个箱子里面，我把它标记一下。做一个合成台，然后还需要一颗钻石。钻石咱们可以那个，可以做把那个，做把钻石搞了。好 ，OK， 魔法合成台给它放到这里。剩余的钻石咱们两个，每人做把那个钻石镐。可以。把铁矿烧了。来给。然后我现在四级，四级的话，我看一下那个要学第一个技能的话，它技能点要五点才能学。要消耗五点。五点吗？对，最低的学习等级五级，我得先学那个，先学这个什么幻影剑，这个幻影剑特别的酷炫。物理。现在是白天，要等晚上，我要获得一些那个经验什么的。好了。我去旁边探险一下。烧矿是不是也可以有经验？看一下有没有我能去的地方，获得一些经验。哇，这里有个城堡哎！小心点啊，哥哥，那里很危险的。哇，这个草丛这么高，他们应该看不见我吧？哎，看到一个箱子，有银币。野外特别多的箱子。这里又是个什么建筑啊？这么大，这里芦荟草，我感觉像是友好的，进去看看。哎，哦，我的妈呀！怎么了，哥哥？野麦子，全都是野麦子。我这也是个村庄哎。可以吃吗？不知道，你先过来看。这个储物箱要给它劈开，用斧头劈就可以了。你看，你看外面，外面好多的那个麦子，我的天哪，这个村庄好大呀，对吧？这个村庄的村民，我刚刚传送过来，它生成的，有钱哦。好，把这个储物箱也给撸掉。
喝点水。哥哥，你在这麦子上面跳，跳来跳去，跳。啊？怎么了？你跳。啊，我跳了呀。你经验有没有一直在涨？没有啊，涨了一点点啊。可是我刚一直跳就一直在涨。涨了一点点经验啊，又没涨职业经验。哦。它涨的只是那个生存的经验。你看旁边有个城堡，这个城堡。这么多吗？这里好像很危险哎，先下来，往上面走。哥，这能量宝典你没用吗？我这里有箱子，哇，好多钱！能量宝典我没用，快用快用！我要过来升级的。这边好像没看到有怪哦。下面你看这么多。哎，看到了，在那。傻子，给你走走走走走走走！对面还有，你是个傻子吧？我应该学魔法的。哎，我的妈！可以近战，你为什么要远程呢？可是我近战打不过他们啊！你可以右键近远程的吗？我可以发射剑气啊。但我不可以啊！一个傻子又倒下来！哎呦，我的天！我只可以近战。剑气，他们血量好高啊！选择个职业，他们血量好，哎呦，射一箭好疼，血量太高了，他们有多少血啊？我选重选一个职业。下面还有个大家伙，还有个大家伙，很大吗？补充点蓝，哎，打出个暴击，可以的。白魔导师咒术师，远距离补助，不过符咒造成的。我的天，他打我打出个暴击了。再喝瓶蓝，没打到他，好气。回来，你身上有蓝药吗？蓝药？啊，蓝药没有，只有红药。还不死啊？他有多少血啊？哎，打死一个。这些怪的血量太厚了。好吧，哎，魔力不足。嗯啊，我技能可以学了，棒棒的。好，换引荐，给他设置成 I。挨剑，来试下，你过来。
你不要让我是吧？我不打你，你看着，给你看一下我的酷炫的技能啊！幻影剑，帅不帅？炫不炫？酷不酷？好炫酷！好，找个怪试一下。木板也有。下面刚好有个法师，幻影剑，幻影剑，我伤害还可以啊，打下35点血啊。我这边直接点再给他加一下，全加攻击力。这里刷了这么多，换一件。哎，打死一只了。剑气，石头留着。哇，他躲了我的剑气啊！躲你的剑气吗？没打到他。哎呀，你挡在我面前干什么？你挡在我面前干什么？没关系，他仇恨在我身。你快走，你要倒下了。幻影剑，魔力不足。哼，幻影剑，就。倒下就倒下，谁怕谁呢？来吧来吧，刚好咱们这期也差不多该结束了。我这边好多东西，好多金币，我的天！把这些金币全都丢出去！你不要捡我的金币，不要抢我的金币，臭不要脸的！真的是，先回家。好，加你，回来了，睡一觉吧。OK， 你把床放哪了？这里。不好吧？他们两个也在旁边。没办法。来吧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咱们先结束这一期了吧。嗯，好的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